好，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一个讲解啊，非常抱歉今天这个耽误了大家一些时间啊，然后这边也是有一点事情，这个有一点稍微有点赶啊。好，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看一下同学们能不能听到。声音正常吗？OK，好，那么我们就来开始看一下今天的这个新闻。今天早上的时候，新西兰公布了它的一个利率决议。我们看到纽币在早盘的时候是这个非美货币当中是冲的最高的一个货币，表现相对比较强啊。另外的话，日本的利率声明。OK，好，我们直接切换到盘面来看啊。OK，先看一看美指。美指我们看到昨天的收线是在96.40，那这个地方往上走的话，我们看到有一些阻力。昨天晚上在整个市场的盘面当中，我们看到表现相对来讲特征是比较显著的，是黄金。黄金是昨天从1278最低的价格冲到了1285的位置。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说，很多投资人担心一个问题，如果关于黄金是不是要见底了，我是不是需要该去做多它？那么我们在整个逻辑当中，或者在最近的一个建仓的环境当中，对于黄金的一个头寸，或者对于黄金的一个定位的属性，其实是在一个中线交易，就是说1278这个地方，你当然可以去做一些，当然可以去做一些减仓啊。那第一是因为美元在这个地方没有出现非常明显的拐点啊，仍旧是大阳线突破，压力线突破，哎，出现了两天的一个盘整。那这两天盘整还不足以识别美元在96.4，哎，出现拐点的一个迹象，所以说它还是有可能继续往上去盘整，继续往上去反弹。那如果反弹到96的话，那黄金是不是会直接下破1278呢？所以说这是我们有待去验证和考验黄金的这个空头的一个问题啊。所以说对于美元来讲，我个认为从昨天的一个收线状况来看的话，依旧还是一个多头为主导的一个。OK，从美元的收线来看的话，依旧还是一个多头为主导的趋势。所以说这个地方，我觉得本周来讲的话，有可能会继续延续这一波上来的一个反弹的趋势啊。1、2、3、4，依旧还是大阳线为主导的一个涨势。那么两天的盘整，周一的盘整，周二的盘整啊，今天周三我们看到仍旧是在这个一个平开。所以说对于美元的反弹，我个人认为，前两天的讯号不足以来识别它的一个。啊，不足以来识别这一波上涨的一个作为一个中止的讯号来进行一个形态的识别。所以说，现在我们看到，方面呢，就是停摆，政府停摆的一个预期，包括停摆的一个这个过程，仍旧是在继续啊，仍旧是没有出现非常大的转折。那么在这个货币政策方面呢，今年也没有出现太大的变化。反倒是最近的这个美元开始逐渐的又悄悄的走强，所以说这是让市场上投资人比较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今年我们看到美元这次反弹，它到底是弱反弹还是强势的趋势的延续？如果是弱反弹的话，哎，它到底会在哪个地方终止？那么以我们现在的观测来讲的话，我认为美元在第一个季度啊，1月份、2月份、3月份可能都是处在一个弱反弹，那所以说终究来看的话，这一次往上走。大概在本周观测的空间，弱反弹的一个空间，大概还有50个点左右。那么我们还是把目标放逐在这个97的位置。这次的反弹我还是比较看好的。OK，好，再来看一看，我们昨天看到的黄金，黄金现在有一个问题，什么？就在1277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昨天的黄金的收线是比较强势啊，一根大阳线。那么前期也是出现了双 K 反转，但是我们要去做一个横向对比的话，就其实可以发现黄金的一个反弹的力度啊，就是这根 K 线的力度，相比这根 K 线，
OK，这两根 K 线的力度，它可以去做一个横向的评估，就是说从多头的角度来讲的话，哎，它的一个反弹的一个动能或者量能显然不足以覆盖过前方的一个空下来的一个动能和量能，所以说这个地方来看的话，我觉得黄金还其实是有待观测的，就是说总体来看，你看空方的力量还是要相对要比多方的力量要强一些。那起码我们从这个蜡烛形态上来看，你看它的体态和它的形态只基于它的一半，所以说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就依旧还是在空头的打压的一个范围啊。那如果是这一次反弹超过了这个在上周啊上周五1月18号多下啊这个从1292直接打压下来的空头的话，哎，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个地方是不是有可能再次去有一些这个突破的可能性会增加？但就目前的现在来看。就当前的一个现状来看的话，我认为黄金突破的概率还真的不算大。所以说，对于黄金的一个持仓，包括我们在近期去高空黄金的一个思路当中，我觉得还需要去保持不变啊，不需要去做过多的调整，不需要在这个地方看到黄金从1278反弹到1284啊，就去这个就有这个在观点上或者在立场上就有所动摇啊。我觉得这是我们在持仓当中需要去进行一个调整和规避的。OK。啊，这是黄金，今天是高开，继续走高啊，继续往下走。那么从4小时当中来看的话，黄金显然是走到了，黄金非常非常啊，明显是走到了前方的支柱固方位。我们之前也是在这个地方给了大家一个技术面的一个指导啊，就是这个地方你看，多头被套的走到这儿，恐慌加剧，行情反弹上来，反弹上来啊，包括这个地方有根据。阻力前面的阻力啊，前面的支撑，做多的多头进一步推升，价格走到1286，走到1286，为什么会出现一二三根 K 线呢？因为多头有平仓的痕迹啊，这个地方被套的多头有平仓痕迹。那另外做日内短线的，做震荡的，在这个地方走上去到前方的支柱固方位有平仓的痕迹，共同导致价格下跌啊。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黄金有一个明显遇阻的一个迹象。那么如果我们把它放在如果是放在日内交易来进行观测的话，那么黄金的区间其实也是比较明显。这个区间就是在1286到1286到1276，那这三个区间当中可能会成为一。哎，也就是说，这三个区间当中可能会成为这个短线交易，或者我们在说这个震荡策略啊，做震荡交易的一个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测区间点。那所以说，通常发生买点啊，发生这个比较好的买地方就是在这是卖点，这是买点的地方啊，买点，OK，买点。买点，那这地方是卖点，这是做震荡策略啊，这是做震荡策略，这个交易者容易入场的地方，或者是可以去啊，可以看这些地方有很明显的交易成交的痕迹，你看价格走到高位，空头做空，对吧？走到低位，多头买上去，再走到这个地方，哎，空头力量要大于多头，直接下来出现钉下 K，走到低位前方支撑，你看多头再次入场。将行情再次推升上去，哎，到前方的支柱控方位，空头再次入场，哎，所以说我们在今天来看的话，我觉得，日内当中有可能会去在这两个地方做文章，那就是1287到1277，那这个区间我觉得可能是其一啊，今天是周三了，周三到周五的一个震荡的位置，所以说，那你如果是基于短线交易的话，我们可以去，其实可以切换到30分钟当中来看，其实可以切换到30分钟当中来看，30分钟当中。中，你看，一二三四蝴蝶形态成型，一二三四，这个地方是一个啊，这个地方是一个相对比较标准的，在这个地方你看一波下来啊，所以说短线交易，我觉得在今天或者是在我们本周当中，它的一个比较现在啊就比较重要的观测点就是1287到1277日内。高抛低吸的区间，
OK，那么在这个区间当中呢，我们可以去找到一些找到一些点位去做文章。那根据在阻力附近的双顶形态，那再走下来，比如说走到这个支撑的位置，根据双顶蝴蝶形态再去做这种日内的高抛低吸就可以了。但是你要去做震荡的时候要去注意一点，就是关注破位。破位的话，那么震荡的一个格局或者是在这个区间的一个心理价格或者供需的平衡，它就会被打破。那么以我的一个角度来看，黄金可能会在这个1267，黄金可能会在160到1260，1286到1276，在这个区间震荡，震荡之后往下去破位，往下去破位。所以说，对于黄金这一次的反弹来看的话，我觉得对于短线交易者倒是机会的，对于短线交易者的话是做区间的机会，因为它走到了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区间的高点，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去陆陆续续去在这些区间当中去做一些文章。OK，好，这一波下来的话，那么如果走到1277的话，我觉得这个地方短线的你要是还是可以考虑去做多单的啊，这块区域是做空单的位置。OK，止损我建议放在1289附近就可以了啊，止损的位置往下走1:1、1:2。OK，那这个黄金的短空单我就不带了啊，因为我还是建议大家去继续看破黄金的。那么看破的话，可能还需要等待这个黄金在这段中的盘整，然后破位之后带来了这个的下破行情。OK，这是我对黄金的一个理解。那也不排除它会走上去，走上去的话压力我们就看1293了啊，就这样子往下看，它就会去形成新的一个形成这样的一个。这个区间当中，再往下走也有可能啊，所以说两个重要的压力区。但是我觉得，如果是走到1293的话，目前来看难度还是比较大，因为我们刚才在日线图当中对比了这个阴线和阳线的一个对比了这两根 K 线它的一个形态的区别所以说如果要去把这根阳线这根阴线给打破上破上去的话。它所需要的筹码还是比较多的，所以说目前来看，我觉得暂且这个地方可能是相对来讲我们在日内当中比较重要的观测的阻力位置。OK，好，这是黄金，再来看一看美瑞。OK，我们美瑞在先前给的一个交易的思路就是说这个地方呢可以尝试去清仓的做空适当的做空，但是目前来看，美瑞已经在往上走，走到走到这个1.0的位置，但是它依旧还是在这个范围之内，所以说美瑞，我觉得，我觉得在这个地方0.9973附近的空单呢，我觉得还是可以再耐心的持有一下止损我们是以1.0为参考。1.0为参考，但是现在不需要去加码就可以了。就是美瑞的空单呢，我们还是往上走，走一步是一步看一步因为美元如果再往上调的话，我们有可能会认为走到一个阻力位置，它就有可能下调。那美瑞的话，我们看到是在这一段趋势当中不断的走高走高走高，你看 RSI 出现了这个 RSI 走到了这个70之上所以说在这些区域当中真的上不去的话，1.0这个关卡它上不去的话，还是会下来。所以说美日的空单，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持续关注一下。暂时不要在这个地方去追多，暂时不要在地方去追多啊。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在美瑞的一个形态当中，那么当它低于三十，高于七十的时候，价格往往会出现一个回调。OK，所以说这个地方呢，如果今天美瑞没有办法打破到这个1小时的高点的话，我觉得它往下走的话，空间还是比较大。因为在小时图当中，我们看到这种双顶的一个格局。双顶的这个格局开始显现出来，也就是说，这个地方的这个0.99的高点没办法被打破的话，这个地方的高点没办法被打破的话，那它往下走可能会有一个比较这个
合适的一个回调的空间啊，就这波上涨比较合适的回调空间，就好比说我们做原油一样的，你看原油，你看昨天是刚刚好达到我们的目标二，对吧？一波下来1:2.5的一个损益比，哦，还差一点点啊，有点可惜啊，还差一点点。我们的目标二是在51.7。就昨天最低的位置是达到51.822，但是这笔交易的从思路上来看，这笔交易从思路上来看，还是从入场位置来看，它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位置，就是在54关卡价格啊，这一波上来，我们让大家再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哎，你看，你看，当价格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为什么会下去呢？一定有空单进场。啊，根据这个支撑阻力，边的阻力对吧？旁边的这个阻力做空单的的地方进场，将价格打压到53.383的位置，然后突然间你看这一波上去，这一波一旦上去，空单就会慌了，因为在这个地方有入场做空的这个头寸或者是空头的一个卖方在这个地方产生，将价格打压下去，一看你看多方上去，空单就会平仓离场。平仓离场，最后价格就会走下去。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地方啊，它就是一个假突破啊。我们可以看到，很明显是一个假突破。你看，盘整上破点四，最高点到54.10，对吧？最高点到54.10。那么1小时当中，你看收了一个运线，1小时当中收了运线，再下去，再一个假动作啊，一个拼爆，一个小墓碑，连续的，你看。还又测了一下，双顶再测了一下，不破前高，哎，还破了一下。你看这个地方还这个假突破，又假突破了一下。那所以说这两个地方交易原油的话是很容易去拿不住单的。那即使你有做空，看到一二，包括这个地方的一个突破啊，其实都是这个在原油当中的这些我们叫做诱多啊，用机构的话讲叫做诱多。实际上这个地方就是让你去买啊，看到突破之后你买，再打压下来，OK，最后走下去。所以说我们在使用蝴蝶交易的时候，就不会有相关啊，不会去中这样的，不会去频繁的去这个在一些高位或者是在一些非常非常低的位置去做买卖啊。我们如果学过蝴蝶的话，那么我们的一个入场位置是非常考究的，包括这些假突破都是可以直接用技术的方法把它过滤掉。你看，最终啪走上去，一根大阴线下来，破颈线。你看，破颈线，再破，回抽，再破，连续四下，啪啪啪，最低走到这，非常非常漂亮一波交易啊！这是我们在这个在前天跟大家在群里面带的一单蝴蝶啊。OK，再来看一下日线图。好，日线图当中，现在其实对于空方来讲是相对比较有利的。为什么？因为昨天原油的收盘价格，你看是连续两根大阳线上涨上来，啪，双 K 反转，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卖压的。我们看到原油很明显在54这个地方是有非常非常，要不然的话不会出现这种大阳线上涨之后阴线把它反转下来。所以说对于原油来看的话，今天怎么看呢？我觉得今天还是依旧是看空。我们目标二是。在51啊，就是刚才给大家去讲到的一个位置。好，目标放在这个50。我想请问一下，大家原油的单都平掉了吗？还是说现在还是在平，在走到目标一平了一半，现在还是在继续持有呢？刚好平了，都平了，所以说这个地方就是有时候比较头疼的一点，我个人有一个建议啊，就是你们在去做交易的时候，就比如说设置了两个目标，对吧？当第二目标就还差一点点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可以手动把它平掉，因为往往这个时候它就会容易出现一些这种小的反弹啊，这种小的反弹有时候，
可能你要等再次等待一两天才打到你价格啊，但是这当中可能会付出一些成本，时间的成本。OK，那当然它也不排除会就差点到你的目标位置，一下子又回上去，这种情况也是存在的。所以说对于原油来讲呢，我个人有个建议，就是不管是做什么品种，大家再去盯盘的话，如果不盯盘就还好啊，如果盯盘的话，那么在这个价格离目标二，离这个自己目标还差这么5个点、10个点的时候，可以手动把它关掉。可以选，我觉得可以选择手动的时候。如果你去盯盘了，不盯盘的话，那当然就没有一些情绪的问题啊。因为像这种，你看4小时当中走到最低，走到51.80，一下子又一个4小时的阳线吞没上去。那像这种你，那你说我到这儿平呢，还是到这儿平呢？啊，在这个心态的一个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心态会产生一些变化。所以说，与其让自己心态产生变化，那不如在这个地方的长痛不如短痛啊，把它平掉算了，就差一点点了。所以说有时候如果再去盯盘的话呢，我有个建议，那像我自己会做这样的选择，比如说价格走到黄金目标是1300，走到1299的时候，99.20，就还差一点点，那就不需要有强迫症啊，非得让这个价格走到那地方去，我就会手动把它关掉。当然如果不盯盘的话，那这种波动的情绪啊，就可能就会过滤掉啊，点到就点到，点不到就算了。所以说，我有个比较中庸的建议，或者中肯的建议，就是当离自己目标的时候，首度把它平掉啊，不需要追求太完美啊，也不需要有这个完美主义或者强迫症啊，他非要点到那个位置让它出场啊，这是缘由。那一波下来的话，我们从损益比上来看呢，是1:2.5啊，1:2.5是到了啊，止损80，止损这个80点。往下走200点的一个收益，好的，再来看一看，原油的一个后市的走势啊。就现在我们看到，在这个54形成红边，你看出现了一个阴线啊，日线图当中出现了一个阴线。那么后市的走势是怎么样的呢？后市的走势是怎么样的？我觉得原油还是一个看空的。那么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很明显，在价格曾经围绕54做过文章，对吧？你看价格曾经围绕54在这块区域当中做过文章，有非常非常大空头订单在这个地方被成交，追多的多头抢反弹的多头被消耗掉，当价格再次回到原来的位置，那么它就会有进一步的一个这个。进一步的一个卖方入场，空方入场，这样价格再次打压下去。所以说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曾经有价格有大量的空头被成交过，最低将原油打压至42的位置，重新又涨到这个地方，哎，那么它就会形成新一轮的承压。所以说我觉得原油我还看一波啊，因为现在来观测的话，就是在这块区域当中，首先出现了一个吞没形态，对吧？你看前面它不是吞没，前面是比较长的。平保上影线其实跟吞没是类似的啊，吞没其实就是上影线，很多时候都是一样的，所以说表明在54，原油在54有相当大的压力。那么这当中，它不如前面表现的这么明显，前面是压力一次两次，你看三次又反弹一次，最后再下去，那破颈线，你看现在才是刚刚走到这块，刚刚打进这块区域，刚刚打进这块区域。那么后续如果我们怎么去验证它呢？如果继续今天阴线收下去的话，哎，如果再次红色的阴线收下去，或者是打破这个位置，这是个支撑啊，对不对？你看价格，你看涨上来回到支撑，那如果再有一根阴线打压下去的话，那就像这个样子一样的，你看出现这个定价 K，这根定价 K，它就有可能继续回到。42的位置，所以说我们近期来观测原油是否会进一步破位啊？现在只能说这个地方你是肯定是坚决不能做多的啊！我就跟大家反复强调说，这个地方不要做多的啊，54度。至于看空看到哪儿，还需要等待。我刚才跟大家去描述了这两个路径，或者这两个一个进一步定价看空的形态出现，我们才哎下方空就会把它打开，怎么上来，怎么下去？OK，你看。这个地方也是，你看怎么上来，怎么下去。
有可能是这个样子啊，所以说原油我觉得在近期观测的一个方向当中，还是以看空为主。但是看空呢，怎么去进一步增加看空的概率，我们还得走一步看啊。第一是市场情绪的影响，第二是基本面啊，在最近看一下有没有减产相关的协议出来啊。第三是关乎到美元的弱，美元的强弱对油价的一个影响是非常大的啊，因为油价是大宗商品之王，原油往往在强的时候，美元几乎都是比较弱的。原油往往在弱的时候，美元都相对比较强，所以说总体来看，所以说有时候美元跟原油会出现这种啊周期性的变化，这种周期性的变化就是来自于油也涨，美元也涨啊，当然这个是有经济周期的，它往往是出现在这个战争的时候啊，战争原油跟美元是通常会出现周期性的一个规律啊，周期性的规律是趋同的。OK，所以说在整体的一个走势上来看的话啊，美元跟原油还是相对比较。啊，相对这种规律性还是比较强啊。美元在强化的时候，原油都往往会走弱。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美元还是依旧是在反弹的过程当中，所以说从整个油价又走到了阻力位置啊。我相信在这个地方还会有一步新一轮的一个下行的压力啊。第一目标先看到这个地方。啊，第一目标先看到这个地方。那也就是说，如果接下来原油再往下破的话，我们在50.80这个地方看有没有类似前方的定价可以出现，有没有这种定价可以出现？如果一旦定价可以出现打破前方的支撑位的话，我们可以在这部分空间当中去做文章。OK，首先是高空嘛，对不对？高空破位关键位置，那么在接下来这部分空间当中，它就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期性的回调啊，是这个中继的巨星的回调。那么可以借助这个均线啊，借助均线支撑压力的一个参考，我们在这个底部进一步去看空原油，好吧？但现在来看的话，再看一下啊，在4小时当中呢，刚刚好是在50日均线的位置，啊，刚刚好是在50日均线的位置。所以说，短期来讲的话，还是会有一些这个日内当中是有一些反弹的支撑啊，毕竟是刚刚好在均线的一个，刚刚好是在踩在均线的一个这个支撑之上，50、46上来踩一次，踩两次，哎，踩三次，刚刚好踩到均线之上。所以说，作为50日均线来讲的话，那52这个位置呢，哎，它就会成为今天观测原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位。我们暂且猜测它下破啊，暂且猜测它下破，打破均线了之后，那么近期上涨的格局可能就会出现变化，因为近期我们在这个从到我看一下啊，这个是从1月3号开始，油价都是按照均线的一个压在下跌，是吧？在这个地方看出现了反转，大阳线啪突破上来，回抽上去。啪啪啪，走上去，一直走到54的位置，所以说这个地方是一个转折点。那么现在进入到月底，这是月头啊，月初的时候，进入到月底的时候，如果原油在这个地方下破均线的话，它会不会改变路径呢？均线的一个角度开始拐头向下，会不会改变路径呢？原油哎打破之后，会不会走这样的趋势？哎，这是我们后市需要去进一步观测，或者是耐心在等待这个市场当中的一个变化的条件啊，这是一个首要条件。所以说，这个均线我们可以正好把它放在4小时当中，对原油这一波上涨，它是否延续还是破位来做进一步的观测。我觉得破位之后，极大概率的有可能再次回到这种下行的空间当中去。家狗不开心了，这楼下的狗啊，这是楼下的。好，再来看一看，再来看一看，在英镑啊，纽币，纽币今天早上走了，莫名其妙走强了一波啊。刚刚我们看到是主要是来自这个啊，今天公布了这个 CPI 数据啊，公布了这个 CPI 季度环比的一个利率啊，第四季度的一个环比。那我们看到，对比
这个相对来讲的话是最低是从0.67拉到0.6776啊，60点的涨幅还算很大的。因为对于纽币来讲，它如果走上100点的话，我在日内当中走上100点，我们就觉得哎，纽币的一个波动的幅度已经超过了它本身的一个在这个日均的一个波动幅度，因为纽币日均的幅度可能就是30到40点啊，它走到现在走到70点，所以说它这种幅度在增大。这种波动的幅度在增大，就是暂且来看的话，纽币会不会出现一些转折，行情会不会出现一些转折，我觉得还有待观测。因为我近期从这个50日均线来看的话，它其实现在并没有完全的出现非常明显，出现非常明显，你看这种感觉。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这个均线角度往上去延展的话，接下来创造高点，打破这个地方，创造一个高点，回踩下来。再往上走，哎，它就有可能会去继续往上去走强，有可能会继续往上去走强。所以说，就我目前来看的话，你看这一段是往下在走，这一段是在上涨，但上涨好景不长啊，突然间又下去。我们当时是在0.6840做空的纽币，对吧？大家还记得吗？我们在这地方做空的纽币，OK，走到目标二。走到目标二，做了一些减仓。当然，我现在的纽币的一个我现在纽币的底仓啊，我当时是做了0.5手、0.51手，现在还有0.2手纽币的底仓，3手啊，平了0.3手，现在还有0.2手，止损是放在损1两平的位置。我今天会进一步的观测，观测什么呢？观测它的一个突破的状况。啊，我今天会进一步观测纽币在这个地方的一个突破的状况。其实最好是将止损，就是将底仓的止损移动到0.67的位置啊，0.6795的位置，最好是将止损移动到这儿啊，因为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是在短期，它其实是一个比较，你看短期来看，它是一个比较好的结构区。那这个地方你看价格反弹上来，是吧？一个比较好的结构区。OK，一个结构，那供给区。OK，好，这是原油在八小时当中，这是纽币在八小时当中今天比较重要观测的阻力位。所以说，我们在下跌的过程当中，陆陆续续去做了一些平仓，但价格又回到你看出现大阳线，4小时一二啪啪上去。所以说这种反弹的力度，我们还是要稍微要注意一点。为什么呢？因为纽币。做空的一个对它的属性的定义其实就是一个短线交易，对吗？纽币我们也拿了3、4天了，对不对？从周一开始，从上周就开始拿起，拿了3、4天了，然后在现在还是仍旧是在持仓，所以说我个人认为最保险的选择是将止损移动到这儿，那就是在这些高点的位置，你看一二三，价格曾经没有成交过的位置，它是一个非常好去放置止损的地方，将价格移动到这儿，然后进一步跟踪。但如果今天破上去，哎。纽币就可能会回到前高的位置，再次回到前高。如果它破不上去，还是可能会下去啊。进一步的话，还得看美元给不给力啊。如果美元持续给力，反弹到97的话，纽币肯定是没有办法突破这个地方的。大家相信我，如果美元在今天表现继续保持强势的话，这一波上涨的反弹就会戛然而止。OK，我们来看一看啊。
0.67，对，是0.67930啊，是移动到这个地方了，就是往下移啊，是移动到0.97。当然，你放在原来的地方不动也可以啊，放在原来地方不动的话，就比较会比较这个。我们来看一下日线图啊，因为日线图当中，就之所以让大家去移动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因为日线图当中我们看到，昨天纽币的收盘就比较强势了。昨天我们看到，你看，一二三四六。连续6天下跌，昨天突然间一个反转上去，吞没上去。那所以说这种力度还是一个比较显眼的讯号，咱不能说它一定会吞到这个走到多头反弹，一定会走到，给你的一个指示或者给一个提示，就是这个地方有可能会进一步增加反弹的可能。所以说我们在纽币的一个交易上去做一些减仓是很合适的。OK，那么我们将止损啊，我个人建议是移动到这个地方来，移下去啊，从上方移下来。好，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关于纽币啊，我现在还有0.2手啊，如果是达到止损，那就啊，那就这个，那就欣然接受这个结果离场。啊，因为这个地方如果是打到止损的话，它往上走，哎，是继续有可能会进一步增加反弹的概率，没必要就去承担啊这一波这个反弹上去打到入场位的风险。纽币，OK，再来看一看。哦，有同学问到关于棒日啊，好，我们看看棒日啊。棒日其实，在日线图当中来看的话，不太适合做空啊，现价不太适合做空。现在是往上涨啊，往上涨，还在涨涨涨，走到142关卡的位置。棒日我们看到，在整个情绪当中，其实最近反弹的情绪倒是比较明朗啊，就是棒日往上走的一个，棒日往上走的一个这个格局或者近期往上反弹的意愿还是比较强。从这个最近的一个 K 线上来看的话，你看它的阳线。它的蓝色的、绿色的阳线明显要大于或者要多于红色的阴线。我们如果从这段趋势上来去排比的话，要出现的个数，你看明显是要占大多数的，对不对？你看这排比下来，连续5天啊，又是连续5天，连续，所以说我们看到最近棒日是连续3天，又连续3天，今天又是高开，所以说从趋势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在短线交易上，棒日在这个交易的方向应该是逢低做多，短线交易应该是逢低做多。那至于这一波棒日走上去会走到哪儿，我觉得还暂且不太确定。从4小时当中来看，啊，4小时当中来看，你看两个均线的一个角度均有向上，均有向上抬升的痕迹，200日均线。50均线价格穿越200日均线，位于50均线之上，出现回调。哎，我觉得近期来看，棒日在这个交易的思路上，应该去这个，如果是做短线的话，做日内的话，你应该去找到一些低位去买。OK，找到一些低位去买比较好一些。那么从结构上来看呢，棒日在当中重要的几个结构啊，第一是这个位置，OK，第二是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啊，你可以等它突破，你当然可以选择等它突破，突破上去呢，回调买入，跟在这个地方的情景是一样的，看到没有？你看现在就是双顶了，阻力位嘛，遇阻突破上去，你看突破上去，哎，我们的入场点在这儿，入场点在这儿，好吧，那么把这个均线延展上去啊，大概就是。可能会走到144的位置，所以说棒日不到144，我是不会建议大家去做空单的。现在呢，我就是短线上来看，棒日还是依旧一个看多的思路。OK，再来看一看，英镑还是那个样子啊，不温不火的。OK，
关于欧镑的问题呢，我们其实已经有过多次的强调啊，就是欧镑你如果从周期上来看的话，现在是一个下跌周期。从欧镑从周期上来看，下跌周期，均线才刚刚交叉，所以说这一段反弹不应该是全部离场的信号。我跟大家反复强调过很多次了，欧镑昨天最高反弹到0.8860，今天又下去，打破这个支撑位置，往下回到低点。是大概率事件啊，所以说欧镑空头完全没有必要做全部平仓，要注意我的话啊，欧镑空头完全没有必要去做全部平仓，继续持有欧镑是最好的选择啊。下方目标看到0.6660啊，你前方的一个支撑。你看像这种啊，就是当它这个均线开始交叉的时候，你要注意啊，均线开始交叉的时候。往往都会多多少少都会往上走一段比较大的行情。你看这个地方是从0.8840啊，对不对？我们来看历史就知道啊，这个地方是从0.8840到0.90，你看它均线交叉的地方是在1月30号，对不对？去年11月30号，也就是12月1号左右交叉走了一段大行情。你看这个地方才刚刚开始交叉，你至少也得走到这儿吧？那不然也太说不过去了，对不对？你看这地方交叉走，也是有一段不错的行情啊。这个地方交叉往上走，对不对？至少也是一段不错的行情吧。你看这才刚刚开始呢，你觉得有平仓的必要吗？当然没有，至少可以看到0.68、0.87的位置，这是至少可以看到的位置。所以说欧镑，同学们放心持仓。啊，现在欧镑的浮盈又开始增加了。OK，好，再来看一看那个。白银的反弹也有一些啊，白银的反弹也有一些明显的。人民币也要开始往下走啊，人民币也要开始往下走。A50，OK，看看道琼啊，道琼。好，那么道琼在昨天点到，道琼在昨天最高走到24,680的位置，点到200日均线，开始往下，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回调。我跟大家讲过，就是道琼指数，大家不要在25,000左右去追多单，因为随时有可能崩盘。那近期来看的话，依旧还是在一个这个，我觉得还是在一个吸筹的过程当中啊，就是这个地方，你看。在吸纳多头的筹码，随时可能出货，所以说你真的不要去追多单。至于在哪个地方去做空呢？我觉得位置还没有到，啊，我觉得那个位置还没有到，可能是正好点到25,000突破一下再下去。觉得在现阶段来看的话，在1月30号之前啊，现在是1月1周的时间，就会在这个1月底的时候出现变盘，大家还耐心的再等待一下。我们昨天给大家去画的这个线呢，你看。这一条阻力线，它往下走，还没有到那个最佳的位置，就是刚刚好点到阻力线，刚刚好点到阻力线，可能就下去。啊，所以说这个地方是我重点关注，我让大家重点关注欧镑的，重点关注这个道琼的一个高位置，这块区间到了，你一定要去，不管怎么样啊，你要去试单。啊，我不管你的仓位重不重，或者你的这个手术大不大，或者是有没有出现很好的一个形态，包括位置，但是这个地方一定要去试空的啊，因为如果这一波下来，可能是最后的一次机会，可就是美股反弹到高位，给你最后一次做空的机会。今年啊，今年，标普一样的，差不多。
OK，每家四小时开始有一些往下走的痕迹了，但是 AB 等于 CD 的位置还没有到啊，AB 等于 CD 的位置还没到，AB 等于 CD 是在1.3370啊，我觉得每家思路还是高空没错了啊，高空没错，这次回来踩点，这次下来踩点，踩到知足护换位，再拉一波。可能再下去，每家我还是会继续等待高空啊，我会在这地方去加仓的，因为我现在每家的空单还是在继续持有，我会在1.3370的地方选择去，也不能说加仓吧，选择去仓位啊，因为我每家是做了减仓了的，从高位空下来。OK，啊，这是每家，他要是今天呢，同学们注意啊，他要是今天把这根大阳线给吞没下去，那就非常完美了啊，那基本上就是直接看到目标位置啊，直接看到1.33的目标位，1.33关卡目标位啊，所以说今天如果它没办法把它反弹上去，而是回到1/2处再往上涨的话，哎，这些地方可能是做假动作的位置啊，可能是做这个假突破的位置，你记不要去追单啊，不要去追单，等我们1.3370那个去高空买价啊。那么我自己的空单的一个大头寸是在这个地方建立的，OK，反弹下来，中继调整，再次走下去。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会等一个很好的啊，去补一些仓位。这个是关于每家，我也不建议大家去全部平掉。OK，啊，这是每家的日线图。那如果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我刚才讲的，他如果今天没办法走到高位，而是在今天收盘价直接把昨天的最低价吞没的话，昨天的开盘价吞没的话，下来，那么这个就有可能要再次引起注意了。我们是不是要去在下方去做一些破位单啊？因为如果吞没下来的话，它就不可能再反弹，不可能再去。一定是这个样子。英镑见高啊，我们看一看啊。刚才有同学问到英镑见高，我英镑不定啊，我觉得英镑还没有见高啊，它的高点是在1.30。我们按这个蝴蝶来看的话，它的高点应该是在1.30，这儿才是见高的位置啊，1.31接近1.31附近啊，对吧？现在是1.29，对吧？那这个地方有之所以会觉得是阻力位呢，可能会受到这根吞没形态的影响啊。但是这根吞没形态相比这一根。拼板，这根拼板显然是力度不足的，对不对？就是你看，吞没下来，这个地方直接买上去，很显然这个吞没还不足以去覆盖掉这个买盘的一个压力，买盘的动能。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吞没不能作为英镑见顶的一个讯号，不能作为英。对我来讲，我近期还是暂时没有去考虑在1.29的位置去做空的打算。啊，这是我的一个看法。所以说，当然，根据这个吞没形态去做英镑的空单，现在是回到1.29的位置，止损方的前高，也未必不可以尝试。但是我在个人的交易当中，暂时不还没有持有英镑的空单。啊，这是我对这个英镑的一个看法。还是在这个均线上面，你看还是在50均线上面。我们在3天2夜当中，我们在周末的理论课当中做了一个策略，对吗？大家还记得吗？你看最近英镑其实都是好的交易机会啊，对吧？还记得吗，同学们？我们在周末跟大家演示的策略，这些地方都是买点嘞，对不对？
都是好的买点。是啊，我一看大家就心知肚明了，对不对？这些地方都是很好的买点，所以说按照现在的局势来看的话，走下来应该还是一个继续可以看多的啊。我们按照那个策略来看的话，好，这是英镑啊，我觉得再等等吧，英镑再等等，近期不太好做的，从形态上有一些奇怪啊，形态上有些奇怪。4小时到大周期呢有的下跌，短周期呢你看这种。往上很明显啊，高点的低点低点，这次突破上去呢，搞不好又是一个高点，再回调下来，继续看多，走到1.31，再下去啊，我会在1.31考虑去空的，但是现价我还是暂时会再等一等。啊，大家如果想去，我的分析不一定正确啊，不一定对。但是大家如果有自己的思路、有自己的逻辑的话，那就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啊，都没有错，都没有错。真正的对错是市场最后来验证的。但如果是在你的交易系统当中所止损的讯号，它也不一定是错的。但是不在你交易系统当中，盈利的结果，它一定是不正确的。就是在你的规则范围之内，哪怕错了，这个从这个预期导向来看的话，它也是正确动作下的一个。这个市场当中的一个错误啊，但是它并非你在没有使用正确交易手法或者是交易系统当中所产生的错误。那换句话讲，如果你没有交易系统，或者是你的交易思路不太完善，那得到的收益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它也是错误的啊。这个是我们之前做过相关议题的一个辩证啊。昨天黄金的 W 和 M 蝴蝶转换的概率大不大？好，我们看一看昨天黄金的 W 和 M 的转换率大不大？其实昨天黄金，这个地方是一个好的蝴蝶形态呀，是吧？昨天这个，有同学在群里也。发表了自己对黄金的看法，那现在就是目标一的做多单了，因为为什么没做多单呢？就是因为持有高空单啊，因为做黄金的多单的话，怎么说呢？你可以去平一些，就这个地方你去其实去平一些多单，其实平一些空单，其实也就相当于在做多了。啊，所以说我觉得短线上的话再平一些，但是自己没有去做多单，因为我觉得这波往上走的话，它空间不太大，最多走到1,267的地方，你看现在又下来了，是吧？走到1,267的地方就有可能会继续下去，所以说我觉得做震荡的，最近做震荡的啊，做短线交易的，那么我们要把这个几个区间把它明确的标注下来，你可以在这个区间当中去做文章，短线的震荡是可以的，但是一旦破位啊，一旦破位，你就要再次做好加空的准备了。W 底和蝴蝶的概率大不大？具体的是哪个 M 呢？对，短线是高抛低吸啊，短线是高抛低吸。这个是什么呀？我看一下啊，这个是71点，什么品种啊？放热还是个震荡下行的，高空思路是没错的，高空思路是没错的，短期可以做一些多单，我刚才分析了啊，短线做一些转
做一些短期做一些多单是没太大问题的，但长期来看，这波反弹啊，有可能会回到这个颈线位143啊，不一定能到144，到143的颈线位就有可能会下来一次。啊，这个短线多没问题啊，短线多是没有问题的，1小时当中是比较好的。比较好的形态的，短线都是完全没问题的啊。其实最近我们观测黄金的话，非常非常多蝴蝶啊，你就随便抓一只，你看，一二三四五啊，这只大的，这里面小的无数只小的啊。最近用蝴蝶做黄金，不敢说100%的，起码80%的胜率是绝对没问题的，包括在这段区域当中。这些地方都是蝴蝶的非常好的入场位置啊，包括在你看这段上来走到这儿，也是蝴蝶非常好的位置，包括这个小的啊走到这儿一波小的打到目标啊，所以说最近用蝴蝶做黄金实际上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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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匹配，这个行情是非常匹配的，或者你做起来也非常顺手。分析走啊，对，完全按技术分析在走啊。多空可能是千变万化的啊，多空是千变万化。但是如果你是在行情当中，这个它只要是比例比较匹配的话，在最近啊，最近如果做偏震荡一些，那你做嵌套是非常好的选择。其实看吧，还需要就是说交易当中，我们不光是有技术，我们可能还忽视了一个因素是什么呢？就是时间，时间是投资的函数啊，对不对？不管你是做短线，你可能付出的时间就是1天、2天，这个是交易投资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可能我们都没有注意的一个因素啊。第二个就是做长线，那尤其是时间在这个交易在你的这个投资当中所。扮演的角色或者所占有的权重，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说，时间是投资的函数。那么我们在近期的市场当中，其实就是在等待一个时间，等待什么时间呢？市场进一步出现变盘，这个变盘我们可能会在黄金上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体现啊，黄金开始往上破还是往下破？所以说，耐心等待是非常重要的啊，还需要一个时间。还有技术的送钱，不是被气死了。没技术的话，那不是送钱行情。所以说最近的话，这把握的好的话，其实很多行情是很好做的啊。我们最近其实都基本上是屡战屡胜了，亏损的交易很少，基本上屡战屡胜了。那我自己的这个最近在这个交易的一些反思或者是一些这个心得当中呢，也给大家去。关于这个最近的一些交易方面的一些心得，那么也是有了一个或者是新的体会吧。关于这个的话，我们在日后的解盘当中再去慢慢的分享。有了一些新的体会。其实我们最近做的几笔交易，大家都可以看到了，就是我的这个账户也不大啊，我账户也就是1万多美金起做的，1万多美金起做的，那现在是4万多啊，现在是4万多，其实增长的幅度相对来讲呢，也是比较可，就增长的幅度也是可观，主要就是来自几笔好的交易啊，就是几笔好的交易，它就是足以让你的这个。账户啊，就是实现一个很好的增长。那我们在周六的分享当中也去做到，就是你如果真正的去完成的比较好的话，各个方面是做的比较好的话，其实每个月做到10%，说难比较难，它也很简单，做到10%，并不是像大家达到的说，不是那么容易实现，因为现在毕竟资金不是在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这个。
等级当中啊，不是几千万美金啊，或者是1亿美金啊，还是在这个比较小的资金当中，所以说实现这种比较可观的增长难度不算太大啊。但是如果你去管理比较大的资金的话，你的这个风控程度，包括你的心理承压能力啊，对不对？你可接受的心理承压力可能就会相应的放小一些啊，这个是与之相对的。啊，蝴蝶和太阳是一脉相承的啊。OK，好，其实这个交易系统的，它交易系统昨天就是均线啊，还有 pivot 均线 pivot，还有那个云图啊，加上太阳，太阳其实就是那个就是收盘啊，收盘价格这个下影线比较长啊，就是太阳，那它就会给这个价格在关键位置啊，有一些这个支撑阻力或者是指引的一个作用啊。但是它那个系统，还是综合来看的话，我个人觉得还是偏向趋势一些啊。因为毕竟你看云图啊，还有数轴线呐、啊，还有这个均线呐、啊，其实都是比较倾向于去看趋势的一个指标啊。小太阳的话呢，在这个趋势当中，哎，就可以给它提示一些平仓的讯号啊。所以说，可能就是这样一个运行的逻辑和思路。那我们说均线啊，数轴线加上这个均线、数轴线、云图和毛主席，可以的啊，可以，不错，很有想象力。OK，好吧，那么我们这个今天这个讲解就到这儿啊，就到这儿，待会儿还有一些精彩的再跟大家进行一个在群里面再进行探讨和分享，好吧？祝大家交易愉快，我们明天再见，拜拜。